前两天呢，一段小宝宝教训嗜酒老爸的视频在网络上引来无数网友的围观。小宝贝呢，一脸义正言辞地批评老爸喝酒的时候痛心疾首的样子，让人忍俊不禁。因为父子的对白呢是用闽南语的，所以我们特意为您做了翻译字幕。然后这种，这个宝宝批评人起来还一套一套的啊，但是看着这个老爸给儿子擦汗的画面，是不是觉得还挺温馨的呢？